跑吧11最新路透，周深手舞足蹈，这也是代拍刚刚释放出来的新瓜，所以根本不需要担心没有瓜，只是每天新瓜的数量。而且周深新瓜又来了，为电影翻转的首先做宣传。大家好，我是翻转的首星新推官周深。这部影片可以看到八位青年的真人真事，他们不妥协，不认输，他们从受助到自助，再到自强自立，他们一直阳光勇敢，永远积极向上。欢迎大家走进影院去感受这八位漫飞天使的生活故事，一起为他们加油吧。翻转的首先是一部公益助残纪录片，由董洁明担任导演，夏芒担任总监制，沈怡担任总制片人。电影讲述了将立足扶贫攻坚不让一个人掉队，通过八名身心障碍患者在山西云丘山希望农场学习自食其力，实现人生价值，改变人生命运的生活经历，讲述一个扶贫扶志更扶志的励志故事。该片于2023年5月21日温情上映。